就是要唱完。好，今天非常的大阵仗，整个完全娱乐制作团队全部都到齐了，因为我们来庆祝纳豆的店新开幕，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主角纳豆。韩式烧肉店，那我们最近就要正式开幕这样。然后其实今天呢，从我们今天我可以等一下出去照片给你们看，就是现在其实排队人潮都还蛮多，然后但是大家只要有耐心来现场，其实是可以进的，所以随时来都可以看到你，对不对？我从我们现在已经第八天了，但我们来七天，亲力亲为，我已经有点就看这边有点厌倦了。好了，还是说先不要做，直接关掉好了。不，就是没有啦，就是自己的店还是要自己努力在里面。好，因为我们今天来就等于算是帮你做开幕的动作。好，但因为开幕就一定会有开幕嘉宾。那就让我们来欢迎 Team Girls。为了庆祝纳豆的韩式烧肉店开幕，完全乐全体制作团队以及嘉宾 Team Girls 特别到场打气，这相当随手心意，纳豆又该如何接招呢？大家好，我们是 Team Girls。 我是雪芙，很久没看到我，我是泡芙吧？没有，他的小名是他的本名是郭雪芙，然后小名是泡芙阿姨。泡芙阿姨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玉芬。而且他刚结婚，而且还是烧肉店，他刚结婚，安妞还是恭喜恭喜！哦，我们其实今天有一些通告，然后但是因为我们都要排特别赶过来，特别赶过来，把其他那个商也都推掉，就是为了你。好不容易来到这家店，想说店长可能不在，没想到你居然在。我最近伤心吧。我真的觉得就是没有这么生气过，内心是有点。为了你来下这么大的雨，我还是要来。对呀，帮你站台啦。前几天天气都很好，你们俩就下雨了。遇水则发。我跟你们讲，说真的，因为我们店在真的要试营运的那一天五点，一开始进去就开始下雨，然后从此那一天之后，生意开始一直好。好兆头。对，努力的。把握这个好兆头，今天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，就是开幕一定要剪彩嘛。天哪，让我们来献上手套。拍手啊！拍手套，这都不是那种棉的，这是破土的吗？配合你的风格，配合你的风格。舍命亲吻，来来来，亲力亲为，来。代表你们连解释都想好，真是算你们厉害。对，亲力亲为的。老板就跟员工一样，一起奋斗。然后再来就应该是金剪刀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先彩蛋，彩蛋先送上。彩蛋送上。哇，那真的彩蛋。好认真哦，真的手工，纯手工，那哇，好感人哦！这是你们自己做的，对，这是塑胶绳，你们这样慢慢这样弄的，让我有点感人呢，感人，其实感人呢，你肯定在说，就看出来我原来是给我拍照给你，我抱怨了，没有，我有感人，这我有感人，这我有感人，我应该要抽一下支支吾吾的趴数，对，为什么？你应该卖100万，这边就要，我就要捐20万，我说那不要好了。为了你做这么多，好了，我讲真，我要讲一个感言。我讲真的，说真的啦，就算今天来这么荒谬的团体，但其实我内心更正，请更正。这么美丽的团体，谢谢。其实我内心其实有感动，感动。就是说很少说完全娱乐出外景来拍，那把全部的人全部带来，就想吃一顿免费的，有什么关系呢？对吧？大家心只要开心，谢谢大家来帮我们祝福。这个很感人。好了，把握良辰吉时，我们赶快送上我们的金剪刀。你的是最大的哦，你选一把哦。你今天是来这边闹我的吗？来，你的是这一把，老板这一把，老板这一把，老板是这一把，老板是这一把。鲜肉好，这个真的可以切吗？真的可以。好，这场媒体我们先拍一下，我们先拍。媒体拍照哈，先看哪一边，先看哪一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哎，要不要是左边、中间跟右边？黑色中间的大哥，好，中间的大哥，左手边黑色衣服小姐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家店是真的，我们这家店的猪来自台东的黑毛猪，公体的，好不好？
们这个店很厉害，叫护心肉，护心肉是上哪的？就在猪的心脏和横膈膜中间，有个200多公克的肉，嫩又多汁，这样把它弄出来的。一份大概就一只猪，你看我们多正式。那要单拍，因为他最近比较需要一些照顾。没有，单拍，单拍，单拍，没关系，拍戏。顺利完成剪彩仪式，以及 Jean Girls 的雪服送上香吻之后，咱们就快点进入店里一起享受美食吧。而究竟这里还有哪些名园特色，刚开幕就能够大排长龙，就是要上完今天为大家一一揭晓喽。终于可以开幕了，期待好久哦。Jean Girls 啊 ，Jean Girls， 因为我们今天真的就比较忙碌，好不好？那我帮你稍处理一下。老板还会这样子亲自服务我。帮所有的客人做周边服务，因为我们怕客人就是可能没有把肉烤好，然后它的熟度就浪费，这是。那你现在这个状况是你烤会比较好吃，还是我们烤比较好吃？对，八分。我只是放上去，我只是放上去而已，当然剩下的我员工。好的。我跟你讲了，其实来到这个店哦，你就直接看到我的烤盘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远远的，从远远到这边就是这个蛋汁，是什么蛋汁加切丝加玉米。其他，仔细看哦，我介绍一下，你看这个烤盘这边有个洞，有没有？对，这边凹槽，这边有凹槽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烤猪，烤些肉的时候，那个油会往这边流，流到这边流下来之后，来把这些泡菜呀，或者这个豆芽菜变得更有滋味。哦，好。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店有哪些会。好。阿 Ken。阿 Ken。阿 Ken 不值得，开心吗？他走没头，对啊。他觉得还好。我要讲一讲，我们这店只开了7、8天嘞，阿 Ken。完全是就是意气相挺，怎么人这么好？对啊，因为这边其实菜都蛮好的，然后这个肉啊怎么样啊，这价钱都算是非常公道。而且你还会帮客人周边服务来？有，会，因为这边妹很多。好人缘加上韩式烧肉美味诱人，让许多艺人朋友都前来光顾，所以电视机前的你来这里吃饭时，说不定也可以遇到大明星哦。而餐桌上的排烟设计也让人觉得相当贴心。好，各位，你看像我们这个是抽风机，所以是它可以这样这么吸这么近，把油烟吸走。所以我们很多女生来我们店反映说，吃完之后身上不会那么多油烟味，因为是这么近的吸，这吸力超强，有时候我们这样下去起来，肉就被吸进去了。那么夸张？真的，你问他是不是有？是，我们曾经发生过。真的，这边都啪上去上去。这一点我可以证明。我刚刚就发生过了，对不对？刚刚过，因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他这个肉摆在这边，对不对？他吸力很强，对不对？他一次
差不多就全部吸走，然后回收。还有啊，人们介绍了，回收。还有这个人他喝醉了嘛？他醉了，怎么没有了？哎，忘了，再要算钱，对对对，再点一个。没有，这是敛财啊，敛财啊！难怪这么多人啦，难怪就是说老人，是不是？厉害，听完了这些周边特色，咱们就快点进入正题啦。来到纳豆的烧肉店，有几道不容错过的餐点，而首要推荐的当然就是这里才能够吃得到的五星肉。五星肉，黑毛猪的猪心脏和隔膜之间只有200到250克的量，但是猪的时候比较稀少部位，所以吃起来算是一个肉质比较多。其实现在台湾这么多韩式烧肉，但是我们第一家做这个肉的店，所以来这边就是一定要点这个店，点这个肉。对，我们这边所有的东西都会有这个东西。闹场是让生意兴隆的烧肉店更是热闹，而下段就是要酱玩，我们要继续让大家胃口大开。看了口水直流的韩式料理推荐，肯定会让人想快点大快朵颐。到底还有哪些必点料理？下段完全乐带你看究竟。